交易。什么？啊！国防部！啊！弟弟！你干嘛了？有文珠啊！妈妈是欺负熊哥啦！啊，就真的有文珠啊！小弟弟，小弟弟，等一下，你不用说，是不是被范虎欺负了？嗯，你怎么知道？你奶是不是被欺负才来找我？哦，有用哎哦。还不快给我道具！怎么了？就刚才公园里面蚊子很多，然后范虎就说脸上有蚊子，一直扒我，一直是这样吗？对啊，你没买杀虫剂啊？对嘛？啊，可是杀虫剂臭臭的啦，对啊。好了好了。买刀买刀，粘粘手。那要怎么用啊？就拿来粘蚊子啊。现在还有绿色口味哦，是青苹果的。那有没有红色的草莓口味？啊，那给你们，走，我先去公园。谢谢谢谢。蚊子怎么那么多啦？好烦哦。哎，熊哥跟小丁丁来了。他们来有什么用啊？蚊子还是一样多啊。我有这个东西，这是我借你的啦。是小丁丁借我的，像不像？像。哎，你怎么不后退？好啦。他不是靠我道具的。哎，吴翔，你有蚊子？不用担心，蚊子已经解决了。哇，小丁好帅哦，谢谢你。小易，什么好帅？我就知道我进来是对的，谢谢你。原来这就是和朋友有着相同目标的感觉，这感觉真美好。我想这就是友情吧。文香，是你让我明白友情的美好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今天的，谢谢你，文香。你看，哇，这你新办的？对啊，我半年没有吃东西，好不容易才存钱买到的。快借我看一下嘛！好啊，谢谢。哇，你的鸡鸡好大哦！你怎么知道啊？这很大啊！我原来是说手机哦。对啊，不然你以为是说什么？那你怎么都叫手机叫鸡鸡啊？我喜欢在东西的最后面用叠字称呼啊，这样很可爱啊。哦，那手扒鸡呢？鸡鸡，直升机，鸡鸡，提款机，鸡鸡啊，柴可夫斯基，鸡鸡啦。那你这样都不会搞混吗？不会啦，我都分得很清楚啦。你是不是瞧不起他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啦。啊，不然你现在什么意思啊？啊？我把手机交出来，不然就跟我单挑啦。我。
那个不叫手机，是鸡鸡。我不管你是手机还是鸡鸡，我跟范虎都没有放眼里呀、啊。我跟你说，那个不是手机，是鸡鸡嘛。你鸡鸡啊，手机交出来，不然就是跟我单挑啦。我。小丽丽，有什么啦？范虎他们把我手机抢走了，我要让他们抢走六个月无限的职位。活该！快给我道具！啊，好了，洗手了，好了，给你走。啊啊！光发。小丁丁，这要怎么用啊？那个东西把它盖到，就会消失不见，而且没有画面。拿去呀！谢谢。没用的家伙。爽啦！Yes！ 突然变冷了。我回来了，还顺利吗？啊！你干嘛？你怎么把国王屋穿身上了？哦，刚刚外面天气很冷，我穿一条短裤啊，包一下比较不会冷啊。你不知道国防部包括的东西都会不见，没有画面吗？啊、弟弟、啊，弟弟，我的弟弟啊！小林弟。你在干嘛？我还踩到去啊！小丽丽，怎么啦？准备放我欺负啦？你知道还不快放我！我要他们消失在这个世界上。这样犯法哎！我不管。好啦，等我把扫把擦完吧。我现在就要，快给我！那你要不说啊？那不是他，不是啊！我给你。那是什么？这是用地沟油和馊水油做的哦，喝下去就会变白痴。